大家好，我叫高原，来自加纳。这段视频是关于我曾经两次去甘肃省陕南县参加感知中国活动和我对中国扶贫印象和感受。每次去此南的路途中，我都仔细地观察自然景观、平原和山地，让我想起了我的祖国加纳。我和我的同学们参加了中国农民丰收节、茶话会等活动，表演了学校原创歌曲《世界重新》等节目，受到了热烈欢迎。万物生安宁。在城南农村的中小学，我们向可爱的孩子们介绍各个国家的文化，小朋友们也展示了他们腊花舞等中国传统文化。这些宝贵的非物质遗产深深地吸引着我，也让我更认同世界同心，我们心在一起。我面对面和济南的青少年朋友交流，给我留下了难忘的经历。两次到济南，时间真不长，我看到了济南的快速发展。我知道，这种发展是因为中国政府扶贫工作的仔细开展。习近平主席在给我们留学生的会信中说，希望我们多了解中国，多向世界讲讲我们所看到的中国。我和同学们也经常把在济南看到的故事讲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乡的伙伴，希望能将中国扶贫的经历传到更多更远的地方。我很感谢北京科技大学国际学生中心给我机会参加这个活动，谢谢大家。